看到我们的火车呢，透过提示影像正要通过我们波寮这个路段。好，你可以从你的手机屏幕上面看到火车了，看到我们的霓虹斑马了，从这通过这里，从手机搜寻波寮提示影像就会看到了，哦，就会看到了。那现在在列车行进方向的左边呢，如果坐在左边的朋友们呢，来，不妨在举行的时候跟我们呢，在多良火车站上方观景台的朋友们，来打个招呼一下，打个招呼一下，让他们羡慕一下，说我们坐这台车有多么的棒，多么的赞。好，跟他们挥挥手一下哦。天气好热，热到我都没胃口吃啊。对啊，我刚才在中央隧道吃。吃啊，我没胃口。太热了，今天太阳不知道在大什么的。